OK， 三二一。原本以为抽到演唱会门票，没想到偶像竟真的现身，现场弹起告白气球，让周杰伦的粉丝好惊喜。大陆购物网站拍摄宣传片，请来周董担任首席惊喜官，亲自为粉丝送快递。给粉丝一个大惊喜，周董一路上和助手沙盘推演，特地戴上眼镜和口罩乔装打扮，却还是被女粉丝一眼认了出来。这个时候，哇，我叫你真好，哎，这你的礼物啊！是你要认出来就没有。女粉丝好激动，惊呼连连，差点掉下眼泪。而周董一听到这件快递是女粉丝买来送朋友的新婚礼物，更是贴心拿起电话亲自送上祝福。那这个听说你要结婚了，在那边祝你这个新婚愉快。除了代言当暖男，跨足多种事业的周杰伦，最近更是豪值近台币8000万，在深圳开启占地1700平方公尺、号称地表最强的电竞网咖，黑白内装豪华度爆表。作为老板之一的周董，不止在开幕当天出席仪式，更亲自下场和幸运玩家现场组队打电玩。喜爱电竞的他，未来也将与各个游戏公司合作，在此举办赛事，发掘优秀的电竞选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